今年荣誉文创的年终奖金零零零，还领什么年终奖金？能保住工作你就不错了，领什么年终奖？公司有没有赚钱？赚很多钱，但一毛都不会给你这些员工。我那一天把我员工痛骂一顿，直接通通给我站着，七个区经理差点跪在现场。今年的年终奖金，年终奖金。今年荣誉文创的年终奖金零，我不爽啊，我不爽啊！各位，我们的卡拉轰天雷的营业额，一个机器可以破20亿的，你们给我做成什么样子？我现在就惩罚我们的员工，你明年度你可以做到非常 OK， 20个月的年终奖金我都可以。没有人敢跑来跟我讲，哎，老板，我们要增加奖，你看你自己能不能做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要站在自己的角度里面，好好把每一件事做好。好，乖乖乖，不用怕，爸爸，因为早上在骂员工，所以现在很有气嘛。还领什么年终奖金？能保住工作你就不错了。领什么年终奖？公司有没有赚钱？赚很多钱，但一毛都不会给你这些员工，你自己要把事情做好。你明年做好20个月年终奖金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到过我看过我的门帘？门帘、啊，开疆辟土是英雄，争权夺利是好汉、欸啊。没有，那是红海，那是红海的啦。那是红海啊，对，那是郭台铭先生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我们，你干嘛问年终奖金？你要问你做了什么嘛，这比较重要嘛。对不起，我早上刚骂完员工，所以现在比较愤怒。荣誉文创，荣誉文创都快上市了，怎么没有赚钱？因为他们执行不力呀。陆西派当然有关系啊，他那个 speaker 的那个部门本来那个是 spin off 出来的独立公司嘛，我哪知道这个笨蛋交给他做这些事情，从伯克利。去到那边叫伯克利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已经弄好了。结果呢？到今天我还赶着出货。我是创办人，我不是你们的员工啊！我才要问你要不要给我年终奖金呢？我气到那个肺都快咬到了。出货 delay 对呀、啊，出货 delay 了，还有那个深圳的工厂，因为他们那个限电嘛。对。我就去了，你们有没有水给我喝一下？